是我店里东西，其他用的什么蔬菜呀、可以帮他们代买一下，就觉得就是太困在里面了，买东西啊什么生活都不方便，所以我在微信上一直在呼，就是说有什么需要的，有什么代劳的都可以，我去代劳一下。然后有一些朋友啊，一些同学啊都在里面，所以说能够想办法尽量做一点吧。